吹膜是你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是八九出世的、即是六四几年我就几年，基本上他没有问我来做什么，只是拿我身份证 check， 跟着就是说、叫我小心个蜡烛，不要令到其他地方着火，同埋他说如果我的行为会令到其他人会有集结的话、因为六四这个活动而集结的话呢、那就會 charge 我咁樣咯，係啦，跟住就俾一次警告我。因為我哋覺得悼念咧，大家都可以唔係淨係得一種方式嘅，即係好似今日咧，全世界各地都有點起燭光噶嘛。最重要係我哋要俾當年嘅死難者同埋啲家屬知道，香港人唔會忘記呢件事咯。除非佢同人民道歉啦，呢、這個政權同人民道歉咗，咪大家冇咗件事咯，係咪啊？有没有？